瑞王府的亲兵，贸然冲杀过去，恐会引来更多官兵。我虽无碍，却恐会将他们引向林芝。已经到了这一步，只能拼死一搏。什么人？等会儿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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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这一箭，朕不会再射偏了。父皇，珍重。 给朕听好了，今日朕在这里不曾见过任何人从此地经过，听到了吗？是。